这是当年查理案的完整报告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那天帮维利尔逃跑的人是伊甸吗？看手法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伊甸，一定还有陌生人插手。那些更了解这块 QSB 的晶体的人。走吧老头，到了这一步别耍把戏了，你到底想谈什么？我？你搞错了，我对一个不懂车的老头可没啥兴趣，是 boss 觉得你需要帮助，如果你付得起代价的话。